北京时间8月26号晚 ，NBA 球星麦蒂通过 ESPN 的节目正式宣布自己将正式从 NBA 退役。麦蒂在节目当中表示，离开联盟是一个开心的终点，自己还有很多东西可以贡献，并且呢不排除会到中国打球的可能。麦蒂上赛季结束在 CBA 的征战之后被马刺签下，但是他最终未能随队夺得 NBA 总冠军。